哈喽，我是小花，我是丽光。今天呢，我要跟妹妹一起玩手游啦！我要杠杠，你要杠杠是不是？妹妹，你看到外面有很多脏币，他们脏币是红色的，好恐怖哦！怎么是红红的脏币？脏币就是僵尸啊！你看那边，那我们现在要去打败僵尸，然后去拯救人质。像妹妹现在被关在这里，妹妹你就是人质，我要去救你。我怎么被关起来了？没错，我现在要去救你了。啊，我来救你啦！这个是什么？医疗兵啊，还有个直升机啊，这是拯救人出去的，是不是 ？OK， 我们先打开。哦 ，biu biu biu， 哇，这僵尸冲太快了吧！我看，哎，僵尸冲这么快是对的吗？还可以收集钱呢，打僵尸有钱赚，真好。你看，真的是你耶，妹妹。那颜色是你耶，是粉红色的。我救我来了，救你，可爱的妹妹，跟我走，带你去坐直升机。我想要你后面那叠钱。不行，那个钱是我的。有了，不，飞走了。我飞走了。妹妹你要去哪里？赢了，过关，我们拯救了一个妹妹。哦，这次有两个妹妹可以拯救。第二个妹妹，我有两个妹妹了。OK， 哥今天要拯救很多妹妹。没错，这边有这个伤害、力量，这个是范围，然后速度，速度，攻速啊，攻速流，好不好？快还要更快、，Speed， 哇塞，这个游戏可以点很多东西耶。真的哎，好玩哦！跑速，咻咻咻！哦，太多了！我的射速够快就够了啦！哎呦，走位走位！拜托，走位高手哎！达达特工有没有看过？我达达妹妹，我妹妹有，我妹妹分裂了。嗨，妹妹，我是二号。嗨，二号，嗨，一号，嗨，妹妹，我是一号，没有三号，一号走了。拯救妹妹大作战耶！拯救妹妹还有钱赚哎！拜拜，妹妹。妹妹，你要飞去哪里啊？我要去异世界。哇，用飞的吗？这么哇，等一下，我靠，这个量是发生什么事情？太多了吧？什么意思？这次的量是不是有点多 ？Max 了哈，三等就 Max。哎，他没有铁栅栏哎。哎，真的，他直接哇，好大只的哎！哟，大只的，哇塞哇塞，好飞好飞好飞！哦，布呢？布呢？他已经不是布呢，是 Tank 了。Tank， 完了！哎呀，都完了，要关厕所。我被关厕所了。绕！哎，好好玩哦，这个游戏。可以，绕。打打特工是不是啊 ？biu！ 啊，跟你讲，好大只，我很厉害的，好不好？子弹只要无限，可以，我就可以绕着。加油！哎呦，哎呦，强一点好不好？僵尸们，强一点好不好？走位游戏。可以，一直绕圈圈应该就可以。哎呦！哎，这游戏好好玩哦。可是，一样是没有声音哦，我就可惜啊。对啊，好可惜。对啊，他们是不是枪声或什么的？对啊，我是造了啦。他一定是怕说玩这个游戏的人可能是上班族，然后不希望那个声音跑出来被人家发现你在偷玩游戏，有没有？哦，有可能呢，有可能。有没有？可能开会的时候啊，偷偷玩这种。对，这也太坏了吧！哇，好肥哦！哎呦，好大只！我觉得我的，你的钱满了耶！然后钱已经满了耶。他可以去，等一下可以不要救，可以去卖。那如果我走回去会怎样？哦，他会跟回来耶！哇塞，直升机耶！这个基地很不错呢。可以，我们伤害已经升级到最满了，目前的最猛。哦，哇塞，这个伤害跟射速。来啊，过来啊，过来啊！啊，有，赚大钱，赚大钱，开心！有钱差点掉到海外，要把它捡起来。那钱差点飘走了。对，哎呦哎呦，我好害怕哦！你们不要靠近我，我好，哎呦，扣血了。五滴，你要确定五滴而已，又满了，好快哦！那装钱的，装钱是不是装的有点？这个是不是可以升级装？两百多块。有，这是携带钱的数量吗？250不够，还不够，哥哥。好难过，妹妹。我们还不够钱。哎，我发现进来就补血了。啊，真的耶。对，他医疗免费帮我医疗，是20那个暗黑破坏神啊。哎，妹妹一号，已经没有僵尸了，你们已经安全了。来来来，清空了。帮我捡钱，来，妹妹有双子妹妹。
我两个妹妹，左一个右一个，真爽哎、欸！我吸钱的，左拥右抱的，妹妹妈妈姐姐，救命！带你去坐直升机哦！听起来很猥亵，只是带你去坐直升机而已。我要让钱收集更多。哦，这什么？我收集到，这是那个冲锋枪啊！我跟你讲，如果这支枪在特战英豪，大概是那个刺针。刺针？大概是刺针，没错。你们看，你看一下我们的刺针强不强？不是我怎么觉得射起来好像？然后觉得你要射、這個。来，等一下，被关变兽，被关变兽，被关变兽。我老这假的、啊，那石头是假的吧？啊，假的耶，笑死！哇塞，我有三个妹妹，不止左右拥抱了，不止三个吧？我这有四个妹妹，一二三，五个妹妹，五个妹妹，哇，我前。前后左右上下，等一下，哇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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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绕一下，哎呦，我们就这样绕一圈，我剩75滴血，先收集钱吧，我要把我的钱收集多一点。你怎么在外面？怎么在海上？你怎么办到的？那只在游泳啊。哎呦，好多、哦，哇塞，打不完哎、欸，太可怕了吧？不知道我们的钱有没有变多啊？我等一下。拿回去看一下，搞不好。对啊，搞不好钱变多了。先不能救你，一定要把僵尸清光，我才能救人。没问题。收集。哇，太难打了吧？再见了，我先走了。哥抛下我了。259，哼，妹妹再见，我一定要把你抛下。先把你抛下妹妹。damage先升起来，我先看damage伤害了。没错，有了。有，一次肉眼可见，有哎，秒杀！哎呦，靠近我是吧？哎，你就我的妈！妹妹救我！等一下！哎呦，要许我一次冲上来，射速有点慢，看看啊、喔！我发现了一个新的刷钱技巧，等一下。被哥哥找到 bug 了，等一下，没有 bug 啦，这是我的罗格营地，然后 OK， 妹妹不是玩暗黑破坏神吗？不过你有玩过二吗？罗格营地你知道是什么？我知道啊，有玩暗黑破坏神的应该知道，我躲在家里面在那边喊那个什么，这边挑衅那个玩家，Come on， 然后 Time to die， 然后再趁人家不注意时冲出去杀他，有没有？哎呀，好的钱呢，279，好，我们把射速点满。可恶，是 baby 哥自助。没错，丢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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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哈哈，哈哈哈，哎呀，僵尸算什么啊？对不对？僵尸算什么啊啊啊！哎呀，哥哥已经忘记要救妹妹这件事情啊，妹妹就继续关着啦，没事。不用救妹妹也没有关系的吧？哥哥才是那个 boss 吧，关妹妹的 boss。不救妹妹了，好不好？哎呦，什么不救我？看这边满满的钱，29，这样装进去啊！哎呦，好爽哦！好多哦！我们加个钱，没有啊，350不够。好，这样子有没有？有。这无人机是可以干嘛？帮我捡钱吗？他说到六等之后可以 解放，可以救了。两等哎、欸，我有五个妹妹，我是五等份的妹妹。五等份，我五等份的妹妹。谢谢大家。你要选哪一个妹妹？我要选三妹。三妹，三妹天下第一，39天下第一。我是各种是真的喜欢三妹啊。还好哎、欸，都不错啦。应该说都可以。我觉得如果是现实的话，你会选哪一个？现实、哦、还是其实都可以？其实都蛮婆的、啊，都蛮婆的。所以五个其实都可以，还行。我觉得一好像我还好哎，一花我觉得还好，没错。啊，279可以增加速度哦，我觉得血量是不用啊，刚感觉没什么 feel，、啊、绕一下就好了，对嘛？还可以回来这边，飞走了，妹妹不要走，妹妹。
不要丢下我。哥哥拜拜，继续努力赚钱养我。啊，不要。呀、哦，外面好多怪物。哇，好多、哦。现在都是 max 嘞，所以其实我们现在走出去随随便便吧，一秒的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有一点多嘞，哥。大哥，很多哎、欸，大哥。可是哥哥，你伤害蛮不错的。对啊，我是20势力哎，嘣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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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嘣哎、欸，你搞不好，如果他这个有做什么僵尸技能，会爆炸，还是会那个会更刺激？那不错哎、欸，那才有趣吧，对吧？嗯、啊，搞不好这有些更刺激。被我清空了，可以救妹妹了吗？嗯、还不行、哦，其实可以救哎、欸，可以啊。可是我很怕你会被咬死哎、欸，他会被咬了，我不知道、欸，搞不好会啊。我们过，他会变，我会变红色。我过去，给你，给他们咬，来来来 ，OK。但不会啊，他躲在我躲在你后面、欸。并不是不会，是我伤害太快了，我伤害太高了，直接让你结束了吗？耶、yeah, ，咬不到我。哎呦，解救解救！救前前这次有几个？四个。哇，好多妹妹啊，好快乐啊！妹妹有99个，就像那个。真的吗？才99个？我以为你说1000个。1000个妹妹，对啊，你有看过那个什么超电可靠？嗯。科学超电磁炮，科学超电磁炮，对啊，不是那个叫那个炮姐叫什么名字来着？你还记得吗？玉版美琴。哎呦，妹妹，你不是地球人，怎么会知道这个？奇怪了，妹妹不知道馆，我是会那个上网的妹妹啊，不知道馆长是谁，却知道玉版美琴。妹妹，当然动画我最了解了，不愧是二次元的 VTuber， 真的哎、欸。有没有 VTuber 没有看动漫的、啊？那会不会 被人家耻笑？搞不好有啊。会不会有个？我就遇过、啊。真的、哦、有那种就是 VTuber 说我从来不看动漫的、啊，就是看很少，基本上就是完全不看，可能很有名的才可能有看，啊、基本上其他都不看这样。VTuber 不是二次元吗？啊、为什么他不看呢？哇，哥哥会在引战是不是？啊没有没有，不会有人来看我的吧，对不对？不会有 VTuber 来看我的、啊、哎，不要走，妹妹。哎呀，我先走啦。带我去看，我要看哦，下杠。我先试试看他的下杠是长怎样。嗯、哎呦哎、欸、呦哎、欸、有。哎呦哎、欸。我以为跟刚刚那个一样，看起来只是中看不中用，有没有？看来没有、哦。有啊，射击方式不一样。哦，这样还不错哎、欸。哦，很爽哎、欸。其实是有哎、欸哦，这个散弹枪不错耶。而且重点是我刚刚加的那些伤害好像还有保留的感觉吗？对，有好像有加上去。你看它速度还是很快，大致的一枪就死了。好强哦，根本就不需要、哦，根本就不需要加等级吧？对啊。看看哦，现在我刚刚有加浅浅，我们来看看这个浅浅现在多少？欸、真的哎、欸，319。哇，319。我们看看这个直接。加攻速就好了，我跟你讲，可以。现在伤害这么高，攻速就可以解决这一切。最快哦！哇哇哇！站着就好了、哦，站着打。还是要走一下。哎，直接粘进来啊！太不公平了吧！好，来来来，加油一点好不好？你们可以加油一点吗？僵尸做事，僵尸，你们这些僵尸有点不称职，你知道吗？蹦蹦蹦！哎呀。好舒压哦，这游戏真的，今天玩到一个不错的游戏，这一把枪好棒啊！真的，加油点好不好，僵尸？哦，我的射速有点慢，射速还不够快，感觉要再更快一点。哦，400多块，400可以吧？可以，有了 max 了，哦 ，max， 我可以再加范围，是不是更厉害啊？有，我这个射速，哇塞哇塞！降当当当当，棒棒棒棒棒棒，价值，哇，超快！我的价值好强啊，蹦蹦蹦蹦蹦。妹妹喜欢散弹枪吗？我喜欢啊。你以前根本就不喜欢散弹枪、啊，妹妹你变了。你以前都说我从来不用散弹枪，然后后来开始，不知道从几何时，妹妹开始
超爱用散弹枪哦。你说瓦罗兰的时候吗？哎、欸，没错，确实。以前我妹根本就说，我才不会用，我不敢用散弹枪。我跟妹妹说，你不会，你跟你讲，你用了你就懂，你就会回不去了。然后后来我妹就真的回不去了，所以我带坏我妹妹。我妹妹以前都用那种这种那叫什么捍卫者啊，那种、啊、那种伤害比较高的暴徒啊。然后后来最开始是用捍卫者哎。对啊、嗯，然后后来。怎么办？我们聊的这个话题，没有玩特战英豪的根本听不懂，不知道我在讲什么。哎、欸，有没有特战英豪粉丝？好，现在看我的观众有没有特战英豪，也跟我一样有在玩特战英豪的，然后打个加一，说我听得懂，我听得懂没？你们在讲什么？哦，让我知道。很感动。对啊，我很感动。我也超感动。对啊，我很感动哦，赶快打加一。啊，薛伦就不用打了。哈哈哈哈就是、哎、薛仁就不用打了，薛仁你只要打问号问号就好了。等一下这部影片下面薛仁妈妈就问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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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每天都会帮我打字就会加一。对啊，我有看到。我们来看看这次我们这个是社会实验，这些打字的有没有真的把影片看完？还是其实就挂着。哎、欸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如果发现这一部影片，我们的那个啊完了。他被我飞走，完了！啊，再见！完了完了，我的钱！我先走了，哥哥。我的钱，妹妹，你的钱没了！快点，我们不要按下一次，我们先不要。哎、欸，哇，你们还会等我哎、欸，妹妹很棒哎、欸，你会等我哎、欸。有啊、哦，我人真好耶。完了，跟你讲，想要测试有没有？测试某些观众是不是哎、欸、看台到底有没有看呢？那我们现在走进去啊。哎、欸，我们讲的时间点是比较中间的，有没有？嗯、所以他，哎、欸、啊，完了，完了，哥哥你不该，完了，去那边的阿巴七，阿巴七了。哎、欸，我可以买这个了，1000块，1000块，什么？无人机是可以帮我自动收集钱吗？还是啊，不是啊，无人机可以帮我射怪物吧？射吗？啊、哦，不可能的。我这个伤害，蹦蹦蹦。哦，还有另外一座岛啊，对，可以过去卡加布列岛。好的，哥哥，我们那个笑声就是很。我来到一个岛，卡加布列岛，卡加岛，我不要再救了，加布列岛，不救了呢，从此之后不再救妹妹了，以后不会再救妹妹了。我想要那个无人机，那个无人机看起来很厉害，我要无人机。妹妹，再差300块，可以。是啦。哎、欸、不，哦呦呦呦，哦，这个。我来到一个岛。哈加，妹妹笨蛋岛。什么？我哪里笨啊？哥哥你才笨。妹妹不是 IQ 200吗？我 IQ 200啊。所以是笨啊。哪有？因为你 IQ 200很聪明。没有 IQ 200是只有两。它会叠加的。那妹妹一加一等于多少？2。好，妹妹是笨蛋。为什么？因为一加一不等于2。那等于几？等于1。为什么？因为一杯水加一杯水等于一大杯水，所以你输了。好的。好的。OK。好的。我看无人机是不是帮我射？ Okay. 无人机。哎呦哎、欸，无人机会帮我打哎、欸。有哎、欸，哇。哇，无人机。哇，好屌！哇，好强哦。无人机很棒哎，而且我还可以帮无人机升级的样子哦。可以耶。哇，我的钱好多哦。救人救。好啦，勉为其难救一下妹妹，虽然她笨笨的。什么意思？勉为其难。蓝色的。那无人机的颜色是我的颜色哎。对耶，蓝色的颜色是笨蛋，然后妹妹的是我派来的哎。妹妹是紫色，也是笨蛋耶、yeah ，把妹妹载走了。蓝色才是笨蛋的代表吧？哥也是紫色啊，我们不笨哦。可是你现在，哥，你现在是蓝色，哇、哦，好漂亮啊、哦！这是冲锋枪吗、這個？我看看它的冲锋枪、這個哦、射速有没有更快？嗯，射一下，哎、欸，哦有哎、欸，哇哦，这什么意思？有哎、欸，有变快，有哎、欸，不过哎、欸，我们可以升级这个的攻击速度，好贵哦，升级这个就好了，升级它的达妹级，啊，我的达妹级嘞，哦，刚好两个达妹级。可以。哦！我现在射速很快。来啊，打我啊！哎，为什么他不射？哎，他 bug 了！哎，哥哥，你在抽搐，哥哥。他抽搐了，哎。笑死！你倒是射一下，喂。
哇，哥哥，你的枪在抖动。你倒是射一下，他可能是开自瞄开失败了吗？哇、哦，这个过桥全部被射，204力，超棒，超棒，好舒服哦，根本就是204力，把僵尸引过来这个桥了，超爽。哎，对，妹妹，我们不知不觉玩了20分钟了，真的，天哪、啊，这游戏好好玩啊，好好玩啊，这游戏，各位，这一次玩的游戏都蛮，哎，试出来都很好玩的，对啊，我们把无人机直接加强好了，好啊。打妹机，打妹冲啊！来啊，冲啊！哦，不行啊，各位，这样啊，你们如果还想看到我们继续玩，我们现在第八关这边好不好？想要看我们舒舒服服的把这边的怪物全部射死，记得帮我们点赞，动动你们的小手。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Bye。We'll be right back.